Hello， 大家好，在这热情如 fire 的天气之下，小妹我就是我本人卓君泽，欢迎大家收看 Eleven Show， 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社子岛迎新码头，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滑水的刺激与魅力。不要再说什么我只会躲在冷气房里面，真正躲在冷气房里面的那位白冷气先生啊哈，自称男神是吧 ？OK， 一起来社子岛体验一下，敢不敢？敢不敢？我们现在就要去玩喽！滑水就要来最好的滑水学校，那就是嘻嘻哈哈滑水学校，来到我们的社子岛迎新码头。今天我要体验的是 Super High 的课程，有三个，我们先来就是学习第一个宽板滑水，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最漂亮的教练 Hata。嗨，大家好。教练害羞了，刚刚不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先第一个要学习的是宽板滑水，有没有什么技巧？那现在我们就会模拟哦，等一下在水里面穿着板要怎么从水里面起滑，可以站在水面上滑行。好 ，OK， 好，船会慢慢的往前开，把身子拉紧。是 ，OK。那你觉得身子在拉你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啊，把你的胸口跟大腿靠近。靠近。哎，很好，很好。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把你的屁股靠近了脚跟。好，蹲着，放轻松。对，好，放轻松。嗯。让我拉你就可以，是 ，OK。然后到了蹲姿的时候，你已经在水面上滑行了，已经滑了吗？对，你已经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好，我想象一下，好的，好的 ，OK。好，然后把你的挺胸背打直一点 ，OK。打直，很好 ，OK。好，蹲的时候，好，慢慢的把你的手移到你的左边，好，眼睛看着左边，保持这个姿势呢，你的板子就会慢慢的往左边滑出去。哦。然后眼睛看着左边。对，很好，好，你眼睛记得看哪里，你的板子就是要去哪里。好，好，眼睛会带着你板子的方向。很好，就是这样。OK， 好，一项训练完毕。Yeah。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顺顺利利。啊，怎么办？这样紧张，好害怕哦，刚刚还没有那么害怕，还以为一项训练就很简单，没什么吗？就站起来而已啊。没有啊，现在已经要吐了，心脏在那边。我觉得应该会列入那个嘻嘻哈哈滑水学校以来最焦虑又跟焦躁的学员。对，教练不是帮你弄鞋带，他是在调功夫了。他在讲说，等一下我应该一开始下去，抛开吧。之后来重心，不要动，不要保在中间。好，握把移到左边，眼睛看着左边。好，用大腿的力量哦，手不要去拉。其实我腿很粗，但没什么力。但是你必须要出力。好，我尽力。来。你就可以慢慢的挺胸背打直，好，慢慢站起来。OK， 好，很好，对，就是这样子哦。你的板子就会一直滑出去。好，来，再看着左边，好，板子会有点像这样子。有厌世的感觉吗？对啊，远视。哦，厌世。OK， 好，我先把你翻过去哦。好，把你的头抬起来，打开，对，好，准备好的时候，一二三就可以用力往把你的上半身翻回来。好。一二三 ，Go！ Yeah， OK， Perfect， 可以吗？可以，很好，非常的好。OK， 好，准备哦 ，Go， 加油 ！Go！太屌了，我在低估他了，太厉害了。Good job！ 好，这个滑水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运动。如果说你夏天，想让我喘一下，就很燃烧你的脂肪，然后也要靠你的意志力。虽然我续航力有一点点不足，但我成功的站起来。教练，你说是不是？太强了，太棒了！我没有忘记站起来的感觉，所以陈威，你记得站起来的感觉吗？下一项挑战就是快艇，
冲浪，我就比较没信心。虽然我本身有在冲浪，但我知道那难度其实比宽板滑水还要高。所以呢，Let's wait and see。跟宽板滑水差不多。真的吗？对，但是因为它板子跟你的脚没有鞋子固定，是分开来的。嗯。好，所以它必须要靠一点点船给你的阻力，去让你的板子跟脚靠近连在一起。是。OK。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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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难。加油！先往前，胸口往前。好，慢慢往左边滑。OK， 没关系，很好。靠近大腿一点点。重心在往前，靠近大腿。好，真的很。我又挑战成功了。OK， 好。Yeah！ Oh my god！ 辛苦你了。阿伯健，好累，我的妈呀！我们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的挑战呢？有，最轻松的就是等一下让你试一下那个，沙发冲浪。沙发冲浪，就是在水上坐着沙发，然后你可以悠游这个基隆河这样。第一次体验，等一下就来看看感觉如何。希望不要再这么累了。那很轻松的。好。那你要很刺激也可以。哦，不要了，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是轻松的哦。好。OK。好。
雄威呢，我对他其实不期不待啦。虽然他说自己是体育主播、运动主播，然后播了十几二十年的那个球赛啊，还有运动赛事啊，但是对于他亲身体验这些运动呢，我觉得可能还没有我厉害吧。OK， 好，蹲下来。OK， 进 stop。好，慢慢下水啊。那我要泡温水。对对对，看我身体的温度放多高。好像很简单，可是看他做又觉得好像就是不想用身体哪个力量往左边。拉，然后屁股贴好，屁股贴，对，你的屁股小大腿去贴小腿，像这个动作，哎，就保持这动作，这样就起滑了。先完成。完成了三个挑战：宽板滑水、快艇冲浪以及沙发冲浪。诚心的建议，那个不太敢玩云霄飞车的朋友们，不要轻易的尝试沙发冲浪，因为你跟教练讲说开慢一点，开慢一点，他绝对会给你加速到死为止。OK， 但是呢，今天宽板滑水还有快艇冲浪，小妹我是挑战成功的，我给自己打个93分应该不为过。所以呢，这么高的分数就是要来挑战一下我们坐在冷气房里面的体育主播，自称男神的雄威哥。应该是出来户外走走咯，我在这里等你哦。2017台湾国际滑水赛8月5号6号，敬请锁定11体育加速。